虎味凉拌茄子简易做法，食材有三瓣蒜、两根茄子、两条葱，调味料是麻油、酱油膏、花椒油、镇江香醋，平常我喜欢用这个牌子的镇江香醋哦。茄子洗干净后先去蒂，对半切，再对半切，然后切成条。把茄子放在电锅里蒸，外锅放一杯水。蒸茄子时，就可以开始切葱花。切蒜末，茄子蒸好后等凉了，放进葱花、蒜末和调味料，搅拌均匀，可依个人口味再多加些调味料，盛出即可食用。若等一小时后吃，更入味。